系啊，喂，接啲见到啊，接啲封烟入嚟啊，睇下先。喂，有一个，我讲讲一讲规矩啊，每位封烟嘅朋友，你哋都有30秒嘅发言权吓。咁如果我哋觉得唔啱倾嘅话咧，直接打你落去噶啦吓，直接，因为例如你一打上嚟狂讲粗口咁，我冇理由唔揿走你啊，你明唔明啊？啱唔啱啊？例如你喺度入咗嚟，跟住喺度嗌何太万岁、何太万岁、何妈万岁咁，我梗系揿走你啦，你明唔明啊？冇理由咁样噶嘛，系咪先？啊，咁啊，喂，咁啊，听下呢个 Anita 先，有冇声？有冇声 ？Anita， 喂 ，Hello，Hello， 嗨 ，Anita，Anita 有冇声 ？Anita，Anita 一 ，Anita 二 ，Anita 三，系，听唔听到？听到啦，系啦 ，Anita 有咩讲？俾30秒你讲嚟。冇啊，其实啊，河马呢单嘢咧，其实咁耐以嚟咧，其实我又真系冇去谂过阿可伯系点样嗱，但好老实，我觉得成件事最有趣系边度咧？其实最有趣就系你每睇住佢每一日佢嘅 live 佢嘅直播啦，跟住佢又要去顶啦，跟住你睇佢啲眼神同埋睇佢嘴角嗰啲微妙变化咧，我觉得系成件事最吸引嘅一样地方。他想去撐，但他亦都無力去撐，他是死頂，但是他有很多言語之間，你看到他，其實他亦都是後半段時間，後半段時間你看到他好像有少少言語裡是有少少求和，唉，你們不要再搞我了，不要再搞我了，但是他一望到個mon，每一位朋友仔都在那裡反駁他的時候，其實他是很不開心。即係佢唔係佢自己塑造嗰種形象，係真係我好硬撐嘅，我好掂嘅，我好得嘅咁。其實佢並不是那麼即係咁硬撐咯，我覺得。明白，好啊，聽完你意見啊，放翻你落去先啊，多謝你啊，好嗱，我哋因為啊好多人喺度啊，所以咧我哋要唔同人咧都俾佢啊有機會講下咁嘅樣啊，有冇回應啊？我哋頭先聽完佢講。不過我是同意就係，其實我覺得可真係嘅，可伯嗰個心情係最複雜嘅。嗱，最複雜嘅意思就係咩咧？其實佢唔想做直播嘅，我覺得，因為第一喺佢角度，佢覺得直播入邊有好多未知發生嘅嘢會發生，但係又有好多會知道會發生嘅嘢喎。例如咩咧？例如大家一定會係咁數臭佢啦，跟住佢老婆一定會發惡啦，一定會黐線啦。未知嘅情況係，其實可伯都知道做呢啲直播係冇意義嘅噃。簡單啲，其實佢出親直播就一定係下把嚟噶嘛。即是他永远一个他你但他又好像很大男人咁喎。一个好像很大男人的人的但他永远出来。所以下巴。好变态这件事很变态。他好变态。一个70几80岁的人那个心理这样玩法呢玩到那条橡筋呢我怕他有一天 他出刀仔啊我怕他有一天。所以你听到可伯呢是现在这类型的说话是越来越多就是哎，我挑通眼眉啦，我一早知啊，我都系掂啊，百搭啊，系啊，我知道晒噶，我唔讲啫嘛，我唔出声啫嘛，其实佢系避紧俾人闹。好嗱，我哋可以。好，头先我哋话每个听众俾30秒啊，好似唔系好现实啊，俾1分钟啊，1分钟时间啊，1分钟啊，俾你讲啊，好啦，而家接上嚟啊，呢位打怪兽，听唔听到？喂 ，hello， 喂 ，hello， 请讲你意见。我其实想讲下阿迪啊，咁好似大家咧都冇乜特别去讲过阿迪，因为阿迪咧唔接受访问啊嘛。咁但系咧，因为我都有入到佢哋嘅 TG group 嘅，咁阿迪咧其实咧呢个人咧就边个 TG group 啊？金家人嗰个啊？系啦，冇错。哦，咁佢咧就其实咧。佢都係一來佢好中意吹噓自己啦嚇，咁你係見到佢咧，佢係用另外一個方法，真係反社會人格嘅呢個人係，因為佢會吹噓自己，譬如我坐過監啊，我衰過商人17啊，即係佢講好多呢啲，去令到人哋咧覺得佢係有勢力嘅，咁但係調翻轉頭睇咧。你會覺得他有時候講的話 是吹噓的，即是他不是那麼真實的，他只是呢經常都說美麗，但他的背後那個動機是什麼呢？ 我不相信他是除了曾啊軍師之外，即是無良，他們說無良乞衣，但是他
他背后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动机，他是自己没有特别去讲出来的，还有呢他不会用文字去表达他自己的，他每一次都是录音，而且他是会封锁了大家不可以 copy 的录音出街，所以我会觉得他这个人其实是最有问题的，他咯，就是他的动机不明。好好，唔该晒你电话，多谢你啊， okay, 多谢 bye bye, 多谢，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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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认同啦，好清晰嘅呢个本身，因为你听到你都大家有听到之前所讲啦，佢系嘛，喂佢背后帮紧阿河马，但系佢又无啦啦出咗个 post 系嘛，出咗啲录音就俾阿美丽就同佢讲喂。正面的啊，讲一讲啊，刘定坚，喂，我是河马，我收到这个信息，我都即系擘大个口望住佢啦，唔系系嘛？佢讲咗我300集臭鸡、贱鸡、淫鸡、肥鸡、死鸡系嘛？顶你肺！你同我讲要写好佢，唔系嘛？系咪好可以先？嗱，好，再接啊，再接呢、這个。常驻啊，呢个常驻喺度噶啦，啊，常驻封烟嘅峰哥老母。唔系峰哥外母，唔系老母，峰哥外母，呢个即系我外，喂外母，诶你好啊女婿，你好啊喂外母你好，冇啊有啲嘢想请阿 Tim Sir。分析一下河马，佢成日话自己要带你千兵万马去打仗，呢啲系乜乸嘢人嘅心态咧？嗱，其实咧可以有几个心态去睇嘅，第一。可能佢真係詞彙唔夠，求其揾啲嘢噏。啊，你明唔明啊？即係點解咁啱呢期睇開三？係啦係啦，冇錯。即係完全係。我諗呢個可能性都六七成㗎啦，呢個都。係啦，其實可能真係冇詞彙㗎咋，純粹係即係好似以前有啲我記得睇過一啲嘅報道啦，即係有一個。嗰陣時即係係運動嗰陣時啦，即係突然之間有人鬧啲學生就話：呢個人咁唔公義嘅，你同你握手，你做咩唔同佢握手啊？我唔握手同公唔公義有咩關係咧？即係有陣時有啲字眼可能係真係詞窮。第二就係咧，正如好似我頭先講，佢冇退路，一個人冇退路，同細路仔咧一樣嘅。突然之間就我唔理啦，跟住就喺度扭啦。咁佢咪會開始做一啲我哋第三者心水清嘅人咧，睇落去好似有啲低能嘅嘢咯。其实可能就是这么简单的咋，都未去到情绪问题那里的。可能就是我不知道有什么讲，不如拿着东西来讲着先咯。可能就是这样的咋。明白。希望答到外母，外母留低在这里陪我们一阵先。我们今天呢阳光味太重，没什么女声啊，不平衡啊。没问题没问题，给点阴气你是吧？没错，是啦。刚刚我们接了另外一个叔是不是 ?Hello。Hello。Hello， 你有什么意见请讲，见到你的样子现在你咬着条毛巾。喂，讲，有咩讲？大镬啦，听唔清楚你讲嘢，唔好意思啊，听唔到，多谢，听唔清楚你讲嘢啊，好啦，喂，唔好意思啊，认真唔好意思啊，因为听唔到啊，可能表达有啲问题啊，佢啊，都唔紧要啊，喂，系啦，尽量啊，喂，打上嚟嘅朋友讲广东话。讲广东话嘅好唔好？因为寻日有讲英文噶，英文我都招架唔住佢啊，系啊，讲广东话咁样。寻日嗰个应该我谂佢系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人嚟嘅。系啊，唔紧要，好啦，喂，咁啊，而家喺直播室嘅朋友咧，而家有成两边加埋有4000多人睇紧呢个直播嘅。咁啊，如果咧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打上嚟封烟啦。啊，跟住接落嚟呢位咧 ，Lisa， 听下 Lisa 有咩讲法先。Hello Lisa， 啊 Lisa 听唔听到嘢？喂，听到。Hello， 系啊，请讲，请讲。其实咧，我一路有睇开你哋啲节目啦。我觉得其实就算 Mac 咯，或者邵生，你哋其实嗰个节目咧，即系你哋而家一路揭露紧嗰样嘢，我觉得系呢班人系成个集团咁样样去即系做一啲咁样嘅动作咧。去掩蓋一些大家都應該是 focus， 大家都應該是將個焦點放在一些更加重要的東西，所以其實我覺得就算這班人是不是拍都好，我覺得個重點不是一件事，而是你們揭露著即整個動態，這一班人其實在背後做的事原來是有一個這樣的目的，即 我自己一直跟進下去，我比較將個焦點放在這一方面。我回應吧，不如
我認同你講呢一點啊。其實我同阿峰哥咧，即係有時我哋傾偈咧，我哋都喺度講嘅嗱。如果你有細心留意我哋嘅直播，嗰、那個所謂嘅白唔白卡只係一個講法。其實我哋例如同阿美麗同阿門咧，其實嗰兩個訪問咧都係做到有一個目的。你諗下，佢哋直接承認咗佢哋自己係有幫手嘅。即係我哋現在希望就係透過呢啲嘅訪問、呢啲嘅對話，希望對件事法律層面上我哋係做唔到嘢嘅，因為其實我哋唔關事噶嘛，係嘛？受嗰條片嘅受害者係阿無良軍師啊嘛，唔係我哋啊嘛，係嘛？但係我哋希望每一次嘅訪問都有一啲係階段性嘅幫助可以做到出嚟，例如一啲資料上嘅提供，或者就係本身可能例如坊間傳緊係定唔係啊？哦，佢出嚟直接認係。我哋希望做到呢样嘢。明白。好。好啦，多谢多谢 Lisa 电话，放一放你落去先啊。好啦，好，我哋继续啊，接听下一个嘅电话系阿 Sandy。Hello Sandy， 听唔听到 ？Hello Sandy。好 ，Sandy 走咗啦，唔好意思啦。好。咁啊，有兴趣打上嚟封烟嘅朋友咧，就系可以上面我哋啊即时留言板上面有条 link 嘅咁。系咁有人话而家河马就做紧直播喎，系好多个喺度系咁留言话佢而家做紧直播啊，系咩？系啊，有人话好啦，我哋接通咗阿 Sandy，Sandy 听唔听到 ？Hello，Hello，Hello， 听到啊 ？Hello，Hello， 你听到听到，系 Sandy 有咩发表啊 ？Sandy， 我想讲话佢呢个河马系教坏细路咯。即系教坏晒啲小朋友啊！因为我个仔中学咧都即系有听 YouTube 咧，都会有听到佢讲嗰啲嘢咯。我个仔都会咁问我：你同爹哋有冇一万五次咯？就即系俾佢吹到啤一声。所以我觉得呢件希望佢哋呢件事快啲，即系快啲完结咯。你听唔听到啊？你个仔几多岁啊 ？Hello，Hello， 听唔听到？听到，听到，听到。系啦。咁希望佢快啲完結咯，即係我覺得即係除咗即係小朋友聽到都唔係咁好咯，有時即係你因為你而家 YouTube 基本上好多台都播佢哋啊嘛，佢基本上有時佢都偷偷地自己開嚟睇嘅，我叫你唔好聽咁多，因為你知學校嗰啲又有粗口又有西又有成噶嘛。Sandy， 聽唔聽到？聽唔聽到 ？Sandy， 聽到啊，聽到啊。你個仔幾多歲？你個仔幾多歲？中一。哎呀，中一細個都係要係啊，中一啊，多謝。多謝 Sandy 你電話，多謝啊，多謝 ，thank you 啊，拜拜拜拜，拜拜。好啦，我哋繼續啊，我可唔可以講一樣嘢啊？可以，因為頭先我接咗阿水哥，我接咗阿趙師傅上嚟先。好啦，我又接多一個常駐。喂，阿趙師傅，你後面好嘈啊，你行開啲喎，喂，趙師傅，跑走咗係咪啊？行開。係，喂，係啊，喂，你行開咗又收唔清喎。唔好意思啊。哎、好啊好，喂，有咩发表？趙師傅有咩发表？而家好好多，而家好好多，讲嘢得噶啦。系讲嘢。其实咧，其实我谂全部人咧，我哋全部人其实都好清晰一样嘢，就系、是、话究竟呢件事嘅开始系做咩事嘅咧？点解留意呢两个人嘅咧？阿伯啊，阿伯同一个肥婆咁样，佢哋做紧所有嘢，全部都好似系要所有人忘记。个开始系乜嘢？系咪啊？会唔会有机会系？会唔会有机会系根本就唔系忘记最开始系乜嘢？甚至乎系要大家忘记第二单嘢咧？哦，嗱，我都有咁谂过，但系话个关键嗰样嘢，即系譬如话关键人物嗰啲嘢，全部系未铺面噶嘛，即系未出现噶嘛，系咪啊？关键啊，关键边啲系关键？即系边啲先？你知道，你有边啲系你知道，我唔知嘅先。嗱，赵师傅，你讲到明啦，你咁样讲，即系有啲人你知，我唔知啦。唔系，应该系知道，唔系，我唔系咁嘅意思，我唔系咁嘅意思，系啦，就话我哋嘅，譬如有啲假设或者可能觉得喂，将呢啲嘢去推一啲呢啲咁嘅话题，去冚另一啲嘢嘅讲法咧。我覺得又唔似嘅，因為佢哋冇咁醒，同埋我前設佢哋係蠢嘅，係係啦，佢兩個阿伯啊同阿肥婆都係蠢嘅，
係啦，如果唔係啲邊使咁多人去做咁多嘢啊？而其他人係咪有咁嘅目的咧？我有啲保留啦，同埋唔知，暫時未知。明白，你留喺度，你唔好走住先，轉頭答你。我加多個人入嚟先啊，有一位啦，而家呢位 Cindy 聽一聽啊。Hello Cindy。Hello，Hello，Hello。Cindy 有咩睇咩？我唔係啊，我係美麗啊，我係。吓、啊？哦，美麗，美麗啊，係。我仲唔同一把聲。美麗。係咯。我確認下先啊，我確認下先啊。哦，得啦，我見到你 WhatsApp 啦，我確認到啦。嗱。我想帮阿邵子峰澄清先嘅，因为今朝开始咧，你帮我嗰啲做，哇喂，阿美丽，你帮我嗰啲咧，唔好乱嚟，唔好哇！個小子風波啊，美麗洗白喎、啊，撲街冚家產嚟嘅喎，咁樣嗱，我好確實一句嘅，琴日之前咧，我封煙之前咧，我係好撚憎小子風嘅，我要重申一點，因為之前佢係幫黑衣係咁屌鳩我，話我白卡又話成，跟住而家你想公開，話佢中意我，咁我死，我死啦呢次，唔係喎，確實你同我以前男朋友好似樣嘅喎。哇！唉，呢次仆街啦，我只表白，而家系表白喎，仲要系，仲要系直播嗰度讲，唉，我听你同我廿几年前嗰个男朋友好似样喎，差唔多九成相似喎，我都唔知听日嗱大镬啦，嗱你睇下我留言板上面，留言板上面嗱揿我揿你啲留言出嚟啦，嗱照揿嗱，大家照揿之前照睇，嗱你睇下嗱呢啲讲咩嘢，肥饿。唔該，唔好搞分化啦，八婆啦，呢啲説話啦，嗱人哋講啊啦，美麗即係 Cindy， 美麗即係肥鵝，美麗即係陳太，嗱我照撳下先，嗱唔緊要，嗱公開對話唔緊要，係，嗱我多謝你，我多謝你對我有改觀，嚇，係，但係咧就，但係咧你咁樣樣公開講咧就，嗱你咁樣樣公開講，嗱我要講，我要公開講一樣嘢，嗱我要公開。我要講開講一樣嘢嗱，今日咧，我同阿美麗有一個溝通，係阿美麗問我阿水哥做直播喎，你知唔知啊？咁我唔知啊，跟住就話即係就俾咗個標題我睇啦，定 cap 咗圖俾我睇啦，就話就指控阿肥鵝就埋嚟邵子峰呢度就搞分化咁樣樣啦，咁啊阿美麗咧就建議我去。打電話去阿水哥個節目嗰度咧，就鬧阿水哥嘅咁。嗱，呢個行為咧，又係想陷害我嘅喎。阿美麗，你呢個行為，你成日都想我嚟嘈交。嗱，咁啊，跟住而家咧，你又走上嚟就話幫我澄清。咁嗱，其實你做嘅所有嘢我都知道。嗱，你要報仇呢個心態咧，你係完全唔改變嘅。你對報仇呢個專心專意呢個初心，但係我而家唔係報你啊嘛，邵生。我知道，我知道。但係個問題你報嗰個仇，你會攔著到其他人啊嘛，老友。冇錯啦，你報仇會害，你會走嚟害到我哋啊嘛，你明唔明啊？我咁樣樣咧，我就唔知點樣樣避開你啲陷阱喎、啊，阿美麗嗱，我哋而家咁樣公開講就最好啦，唉。咪有溝通啊嘛，我問完你，你話唔 OK 咪唔 OK 咯，大家有溝通噶嘛。唉，唔溝通啦，我唔溝通啦，我盡量同你溝通都公開直播講就係叫溝通。你咁樣樣，你咁樣樣玩法，你例如頭先咁樣樣話我好似你二十年前嘅男朋友 ，Oh shit， 聽日大把台唱喎、啊，聽日大把台吹喎、啊，呢、這個係、這個前次嚟喎，好快就 cap 圖喎，搞唔掂喎，唉，搞唔掂，係冇講下笑啫，講下笑啫。好啦，我都俾少少時間你講 ，OK， 你講一講你有咩想講，我都俾時間你講。嗱，我首先咧就真系同大众咧，我系要道歉嘅呢样嘢，即系大家话我喂你唔啱、哦，其实阿河马咧系大众公敌嚟嘅、哦，佢有咩申请众门啊？我唔知系咪真系有众门啦、啊、吓。嗱，我哋标题写咗啦，嗱，帮助河马系等于同魔鬼交易嘅，我哋而家就指控紧阿美丽你就系、是、其实就系同阿魔鬼交易啦。今集我哋就系分析你呢个报仇嘅心态，你头先有冇听啊？系啊，有。好啦，
好啦，嗱咁啊，嗱练啦，练啦，而家医师都喺度啦，系咪？催眠师都喺度啦，系，系啦，咁阿 Tim Sir 啦，系啦，喂，咁你呢个仇嘅几多嘢啊？你咁到底？唔系，我想问一下峰哥，我想有一样嘢问你先，即系如果你喺你眼中或者好多人嘅眼中，喂，阿美丽系白卡，佢报仇系唔啱嘅，但系阿水对于我发生我身上嘅嘢系发生喺你身上，如果阿水喺香港，你会点做？我想问一下，反问你一句。嗱，我咧，我实在咧就冇详细了解你哋两个嘅纷争到底系乜嘢嘅。即是哪些东西有证据，哪些东西没有证据呢？因为你都明白了，阿美丽，你的报仇的心态那么深切，你一定是有做了这些东西是纯粹催花人的。然后你又会可能你的指控又会说，啊，人家对我催花而已，我就催花回他咯。这你明白吗？这些这样的纯粹无证无据的底下的催花，这些东西是没完没了的。那好了，我连信哪个讲嘢我都没搞得清楚。我又怎样为你这件事主持公道呢？在我的频道有阿水那些语音，全部他连今年新年都找打手搞，被人偷录出来，我是摆上网，只不过没人入来听嘛。同埋最主要一样嘢呢，就是我们现在一路在追查就是这个河马事件这个事情嘛。是不是我们河马就是那条主线。我哋系啊系啊系啊，就你想报仇呢、這个好清晰，而你亦系咯系咯系咯，报仇嘅目标就系我透过河马令到阿水接台，咁就已经得噶啦，我哋已经知道嗰件事系点噶啦。系啊，同埋我都承认咗啦，系我帮佢揿通噶嘛，我申请盈利几日前。好啦，我认我做过咪认咯。我而家我问你啦，最大众最想知道嘅问题啦，喺而家呢一刻，你有冇仲继续帮紧河马噶？我有留个言俾佢，但系佢今日成日冇复过我。我有留个言俾佢嘅，因为俾人知道咗啦嘛。你话你佢当然知道你公开讲咗你哋嘅关系啦，佢梗系唔认你啦。又或者系咯，佢系冇采过我啊，今日系。阿你留言讲啲咩啊？你留言讲哦，你的盈利通了咯，就系、是、一句咯。咁你嘅利用价值已经完咗啦。系咯。其实而家全部人做紧嘢，包括阿水哥啊、日间啊嗰啲，可能其实佢主要都系想佢唔开唔到个盈利啊嘛，但系就反而系有个人因为想报仇啊，我所以咩都帮你做啦，咁样就帮我开咗个盈利咯。嗱，而家帮咗河马开盈利呢件事咧，系错中之错嚟啊！唔系、啊，但系嗱，我唔知系咪假嘅，佢有同我讲过，佢系冇申请综援噶，佢有同我提及过。申请综援同开通盈利系冇关系，冇关系。咁你有钱入户口咪冇得攞综援咯？继续唔关事噶，可能嗰个户口唔系佢嘅咧，你点知？系咁又系呢样嘢真系。咁开通盈利系一个几万劫不复嘅事嚟。咁我哋今晚十一点嗰个直播，我同阿 Matt 会再分析嘅嗰、那个，大家到时再上嚟听啦。即系嗱，赵师傅你问不是啊，就是说如果其他人都是个主要追击那样东西是想他没有盈利开通到的话，而现在你帮他或者他开通到，那所有人的做的东西这两个一个月来做的东西就白费了。其实是啊，你有没有想过、啊、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啊，美丽，你现在这一刻或者你将来你会不会可以帮河马取消那个盈利，按个掣就可以了。如果你还可以在后台按个掣，你拿个手机，你拿个手机拍着片，然后看着你怎样 delete 了河马的 account， 你做到这件事公众离婚，公众就可能会有些事原谅到你，如果你这样做到的话。我加班离婚，我本人说的。不是，我想问一下，如果他找那些华强北兄弟又帮他开盈利呢？整个账号取消了他。整个账号，如果你按到 delete， 你可以拍取消了他。你拍到片出来。我说的什么了？你揸住个电话拍住片，你按他的 account， 将他整个 account 铲了他，铲了他的 Gmail。Gmail 都铲埋佢，然之后你做得干干净净，做晒啦，咁嗰条片又冇造假啦，咁我喺呢件事上面咧，咁我就会
開始欣賞你。喂，但係香港有啲 case 係關於電腦入侵電腦入侵電腦罪，如果冇係當事人嘅允許當下，我 cut 咗佢個牙間，冇辦法嘅喎。佢授權你噶嘛？佢授權咗俾你噶嘛？佢授權俾你噶嘛？你唔係 hack 入去佢個盈利，你唔係 hack 入去佢個電腦噶嘛？佢授權你噶嘛？你而家入去，你入去，你改佢密碼 ，delete 咗佢 account， 你乜都得噶，你乜都做到噶。如果你係仲有得遠端佢部電腦嘅話，咁你就冚得息。你而家幫阿河馬開盈利嘅呢一件咁錯嘅事啦。唔止啊，仲可以挽回翻之前嘅聲譽啊！呢、這個啊，嫌厭中嘅厭啊，唔係喎，但係我阿無良黑已經催翻我一年嘅咯，就算我做埋啲咁嘅嘢，都冇人幫到我洗到白噶。喂，你起碼你攞翻一集，你而家去幫手對付翻河馬，倒戈雙向，起碼有一啲人啊，都會俾翻啲分你先。你諗下，你而家喺污點定人啦、啊？你而家喺個世界嗰度啊，你係一個咩形象？你自己諗下。在我的留言板你自己看每一个留言板没有人信你讲话个个都说你在这里讲分化个个都说你在这里比藉口你想想个个都叫你垃圾个个都在这里做一些。不是啊峰哥啊那个账号呢是阿迪帮他开的为什么不叫阿迪迪勾他呢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将个责任摆在我这里呢我因为是你帮他开通的嘛而家。你帮我开通的嘛你帮我开通。如果你仲、这个、如果你仲通到他部电脑那其实你做这件事呢你就会帮自己挽回一啲分数，其实就系咁简单。如果你仲连到嗰部电脑，你连唔到嗰部电脑，我就冇得讲啦，系咪先？仲有啊！如果你连到呢部电脑嘅话，因为大家都好清楚啊，你个重点咧，纯粹系你啲私人恩怨同埋想报仇同第二个人报仇，而去做一啲唔理智嘅嘢啊。系。你明唔明啊？嗱，我哋應該冇人都清楚話，我憎一個人啊，嗰個人點樣害我啊，我要點樣去報仇呢個情感，我諗係冇乜人會明嘅。係係嘅，咁但係你要為咗報仇，而家大眾啲人都知道，包括我自己啦，係聽到你話為咗報仇，你係乜都乜嘢都會做嘅時候，你做嘅嘢而你自己冇利益嘅喎。是不是没有其他利益的喎，还有你都不会肯定他，你这样帮他搞事，河马这件事会不会真的可以打冧水哥的，你自己都不肯定的。不是，只不过你其实一半机会的，其实都是。我讲个重点给你听，一半都没有。其实河马有没有盈利和你报不报到仇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是的，他有没有盈利都好，你都可以报到仇或者报不到仇。只不过你最开初你觉得这个是一个谈判的等价交换，但是到这一刻根本这个等价交换就已经没问题，因为你们已经展开了合作关系，所以你可以随时他们做你应该要做的事，同埋你现在是帮更加帮到水哥，因为水哥又可以讲多一百集的了，不是是是，如果你要想去水哥，我都想问一点东西，我啱啱即係聽到你即係講咗呢幾分鐘嘅嘢，其實我好奇，我想問，其實你自己知唔知你自己想做啲咩？例如，譬如到底你而家目標係真係想，你係想懟冧阿水哥嗰個台又好咩都好啦，還是係你同河馬間嘅關係？其實你有冇諗過，其實你係想點樣？因為我有少少感覺到，譬如阿峰哥同你講嘢咧，其實你有少少咧，你有少少左閃右避，跟住重複嗰個問題，不斷重複緊。所以我就好奇就是如果你是想，譬如好似头先阿峰哥讲话，你是想挽回翻一啲嘅形象嘅，咁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好愿意同你倾，到底你而家可以做啲乜？但系当我哋一讲 A 嘅时候，你写咗去 B， 你去 B， 我哋讲 B， 你写去 C， 咁其实大家就唔知道你系想点，就算想帮你想撑你嘅，都唔知道可以点样撑，你明唔明啊？系，其实你有冇一个目标或者目的？到底你其实你系想点样咧？但是我借他的台我都是这么投诉的，暂时都是我是没有其他事可以做到的，在于我的立场。你借他的台这么投诉和你开一堆假account这么投诉又有什么分别？因为你不停在这里找位去说服我们去撑你，但是我们撑你不到，你要理解。我用我自己账号是投诉不到侵权的嘛，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啊？他讲紧啊，例如他讲紧人哋系转播咗啊河马个画面，系咪啊？
系啊，侵权系最快中噶嘛。咁佢系个片主啊嘛。系啊，河马片主啊嘛，我一定系逼住要入去用佢 account 做嘢噶啦。呢样嘢你做咗几耐？唔系咁，诶，咁冇关系。你用翻阿河马条频道去投诉阿水嗰条 channel， 同阿河马有冇盈利又系冇关系。但系初头系大家系协议咗，咁如果佢借个 account 俾我投诉，咁我系我帮佢开盈利，大家系一个协议嚟噶嘛？系啊，但系嚟到呢一步，大家咪就系话紧俾你听咯。如果你想令到大家对你嗰个目光或者个评价系能够有所改善嘅话，呢一步就好紧要。嗯，同埋你个协议有冇签字啊？有冇签字证明噶？没有。咁啊，戆居啦你！同埋啊，你真系你唔好出样啊！你喺香港咧，真系俾人打死你啊！好似可怕咁样啊！佢系冇样嘅，佢系佢有五。你唔好俾人知啊！你真系千祈唔好开样添啊！冇啊！我都好少出去行走江湖，好少人知道我咩样嘅、啊。其实啊，嗱，所以阿美丽，嗱，你谂真啦，嗱，要今日讲完噶啦，同你好唔好啊？系即系你自己谂真啦，你做翻咁个鸡咋，做翻啲正确嘅事，做翻啲正确嘅事啦。希望你即系因为咧，你都你其实你话报仇喎、哦，咁样样，喂，报咩仇啫？你离报到仇越嚟越远啦，报咩仇啫？坦白讲啊，就根本都冇人企喺你嗰边，都冇人同意你做紧嘅嘢咁。我都唔明你而家企喺个位系一个咩位，你明白吗？喂，但系始终系有仇嗰个系我同阿无良军师啊嘛，你明唔明我讲咩啊？唔关其他人事噶嘛。咁你帮阿河马开盈利，咪全部香港人嘅公敌咯？你咪第三只过街老鼠咯？你做咗啦嘛？你已经，你就算点样讲唔关其他人事都好，你已经做咗其他人嘅对家啦嘛？你企咗人哋对面啊嘛？你已经 take 咗 action 做咗，并且今日佢成功咗啦。喂，佢开到盈利啦。咁你要对付个军师有冇发生咩事啊？如果呢个系你哋嘅交换，你交换咗啲咩嘢翻嚟啊？你乜都冇交换过喎，你咁样样，乜都做唔到。同埋你都有男朋友啦，你收皮啦，唔好再搞三搞四啦，搞乱个香港。唔系有男朋友同我要报仇，其实都系两样嘢嚟嘅。唔通我食无辜立地成佛啦，臭八婆！唔通我食饭我又好啦，唔好变马战啦，我哋好啦好啦，喂。美丽傾到嚟呢度啦，系傾到啦，系啦，我都俾个空间你表达啦，系咪？系啊，我都希望你听，我都希望你听下我哋劝告啊，做翻啲啱嘅嘢，好唔好？嗱，希望你系啦，希望你慢慢可以放下，好唔好？嗱，傾到嚟呢度啦，再见啦，美丽啊，好，拜拜，唔该唔该唔该，好啦，系啦，嗱，所以嗱，咁佢打电话入嚟，嗱，我俾佢讲，咁都要俾人讲嘅，系咪先？即系咁啦，佢表。咁佢打入嚟要勇气嘅，啱唔啱啊？大佬仲要我外母喺度，系咪先？我外母，我外母呢啲巷虎、巷虎、刁虎，系咪先？巷虎、刁虎，系咪啊？外母梗系劲啦，系咪先？咁啊，喂，哇，继续啊，有听多一个，诶，听多一个电话。最后呢个，好唔好？最后呢个，听多个电话。阿老伟，讲一点啊。Hello。系阿伟，阿峰哥你好，系，请讲。我系响马来西亚打嚟嘅，我系马来西亚人。然后依正话嗰位 Cindy 小姐，你响望台唔系就系搞咗阿水哥嘅啫，你曾经搞过阿 Billy 哥。Billy 哥，哦，系，因为我好老实讲，我系识 Billy 哥同阿林空静嘅。O K。所以你在網台香港網台搞到是不是你的名字在馬來西亞新加坡這裡星馬啦已經是知道你是什麼人又在你 接受峰哥的訪問開始就可以知道你是一個是不是你可以由 A 你可以閃到 B 和 C 你是會永遠賴起第二個人但是你不會去檢討你自己有沒有錯
然后依个河马同埋嗰个老嘢系唔系就系你香港人嘅好憎好憎，你知冇？依个系全世界华人都好憎依两公婆啊！但系你走去帮依两公婆啊，你呀、啊、垃圾都不如啊！依个系我哋啊，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对你啊，除咗对嗰个两公婆啊，个愤怒啊！你真系唔好行入嚟马来西亚，俾我哋知道啊！唔系就系淋狗屎啊！我同你讲，好噃，好噃，好噃，多谢晒阿阿维维，多谢晒维维你，我知你多晒啦，天哥，唔好忘记仲有 D 哥，我 D 哥仲有一个系啦，多谢晒维维啦，我放翻你落去试下，多谢你啊 ，thank you 啊，多谢 ，thank you 啊，好啦，哇，哇，有啲。啲馬拉廣東話都幾好啊！唔記得問佢有冇撞到劉定堅添，喺馬拉嘅，係咪先？喂 ，run 一下啦，差唔多夠鐘啦，我哋係咪啊？喂，係啦，我嚟先啦嚇，係啊係係，我嚟先啦。嗱，我頭先即係我諗，我哋都表達得好清晰啦，係嘛？係，撇除咗嗰啲咩使唔使白啦，純粹乜嘢都唔講，淨係講美麗，你幫佢開通得嘅，啊。依家你撳個掣就可以結束翻噶啦。係啊，如果你仲連結緊佢，如果你仲連結緊佢嘅電腦，你撳個掣就 OK 啦。係啊，仲有機會回頭是岸啦，施主啊。如果喺心理層面度咧，我有啲頭先即係我第一次聽到阿美麗講。補充補充，係。我覺得咧係，我有啲擔心就係即係呢位美麗小姐咧，我好擔心就係你好享受咧喺呢一啲漩渦入面。正如我今天說的、哦、你告訴你我答到你他直接是享受他不是我說的他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以往發生的事其實我都我聽到今天維維說應該都是我都查了很多東西除了其他網台甚至乎多以前只遠一點的他已經有嗌殺即是有這些事發生過這些嗌殺的東西整天都即整天都好像在那裡 looping 啊在他的人生裡面不斷 loop 這些事、嗯、所以這個就有點像我今天開頭說的那個心理障礙就是沒有懊悔就算所謂的自己的不開心也好其實呢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當我們能即有一些人、啊、或者是去到心理障礙的話其實他是很容易很享受在這些 loop 裡面而很喜歡會令到周圍的人呢可能會冧曬、啊、所有東西出曬問題然後去攞一個存在感。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嗯，其實你身邊嘅人咧，其實好危險。對於你嚟講啊，嚇、嗯，即係我同呢位美麗小姐講，我唔識你啊，即係咁，但係我真係出於好意嘅。如果你有呢一鋪人，你真係要小心啦。你同你身邊嘅人咧，你好容易會出事。其實又係喺度玩緊火。如果你 feel 到你自己每一次嘅快感同埋開心咧，係靠住我要令到嗰邊，哎呀，因為我而又打曬風喎，呢邊又係咁咯喎。咁 sorry 啊，即係你真係要，其實你幫翻你自己咯，你要。我唔理你行為係點樣，即係譬如話我到底掂唔 delete 佢。但如果你有呢一鋪癮嘅話咧，其實你身邊嘅人咧，其實會好淒涼。而去到最後咧，你自己都會被反噬。呢個係我俾呢位美麗小姐嘅説話。好，收到。問一問，最後阿、外母，一陣間問阿趙師傅，問下外母，外母有咩嘢最後同阿美麗講？你聽佢講嘢啊，喺度嬉皮笑臉就知啦。佢根本咧係好似嗰啲水性楊花嗰啲女人咧。哎呀，呢度啲人又講我啊，即係好似阿 Tim Sir 講。哎呀，呢度又有人講我，哇！我真係搞風搞雨好犀利啊，嗰啲咯。明白明白，好，趙師傅最後有咩講？都係回頭是岸啦、啊。你都搞咗咁耐啦，你仲唔夠咩？咁即係呢啲人係唔會夠嘅，我明白。但係。你做咁多嘢，你自己有冇益處嘅？但係你而家仲同全香港係對敵咗喎，係咪？有冇為啫？你而家想報仇再難咗㗎啦，冇錯，想報仇再難咗㗎啦。好啦，我最後講一講啦，我最後講過啦。嗱，我最後同阿美麗講，我最後同阿美麗講，其實你做翻一件啱嘅事。你做翻一件啱嘅事，可能你真系会得翻好多分数，系你意想不到嘅。你既然一路都系拣做错嘅事，点解你唔去揾一次拣做啱嘅事呢？你谂一谂，
即係既然嗰條路嗰條正確嘅路，你每一次你都冇去揀，你何不唔試下揾一次去揀，去行翻一條正確嘅路咧？乜嘢係正確嘅路？頭先已經俾曬牽使你噶啦，勸曬你噶啦，大家都講曬噶啦，係嘛？你如果肯做嘅，你會知點做咯，好唔好？嗱，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各位係咪 ？OK， 係啊。咁啊，多謝曬，多謝曬常駐嘅趙師傅同埋外母啊，唔該曬，多謝多謝多謝 ，thank you， 多謝多謝，一陣見，多謝，多謝，多謝添上，多謝咩？好，係咁先。咁啊，晏少少，我哋十一點零啦，有機會遲少少啊，要俾時間俾阿 Matt 衝翻屋企，跟住我哋同阿 Matt 咧就會同阿 Matt 咧就會再開一個直播嘅。啊，咁啊，一陣轉頭見，十一點。好，多謝阿添上 ，thank you， 你咁先，拜拜 ，thank you， 多謝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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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推广知识共享网络电视网课网购平台，立即进入焦点网 www.fmtv.hk 会员积分系统，推荐会员计划，多买多赚，全新系统至啱你心水。